嘿，我是西地喜德，记得订阅我哦。让我们开始玩游戏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地喜德，嗨，今天来玩《王国卫队》Sword King， 守护我的家园。来玩一下合成，看起来满满的塔防类型的游戏。哦，没错，是哥布林吗？我的小兵竟然是哥布林 ！Oh my god！ 咻咻，画面还蛮流畅的。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玩那种塔防类型的游戏，就是说从那个魔兽 TD 啊什么的就开始在玩了。对啊，可是它塔防类型的游戏就是有个缺点啊，就是变化到最后就上限太低了。对，会导致就是，这款出了，一个新鲜感就没有。这款出了，然后过一阵子新鲜感就没有，就是相对的新鲜感没有这么的足。不过新的一款就玩，然后玩一阵子，玩爽就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多了一个防御的区域，来吧，哥布林。他说看到了，哦，还可以看到，还可以解锁图鉴，还蛮特别的。我的军队们，赶快可以直接在上面哦，还不错哦，就是他可以直接在上面升级，我以为他只能在这个他的那个防守区升级而已，就是那个板凳区。对啊 ，Fitly 有新增的防卫区域。其实老外做的游戏其实都还不错啦。对啊，就是说我们那个亚洲台湾人啊，就是会比较不喜欢他的美术，可是如果你是接受这种美式风格的人，你会超爱超爱。对，怎么样，帅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精灵勇者对抗刚刚我想说是矮人，结果突然来一只独眼兽是吉列巴啾，吉列巴啾，好，看来我们遇到危险了。可不可以三三合呢？可以，而且还可以，蛮特别的。它是站在上面，你是随时可以去变换。Fire 魔法师，魔法师因为不会念窝什么的吗？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冲冲冲，升级，打起来。我拿了魔法师。OK， 这个就是不错，就是说。它随机的，随机召唤的，还蛮特别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节奏，像这种新手现在一玩，我就觉得不错，会想要玩下去。对，防守防守，你不要喜德，你每次每一款都说很想玩下去，没有啦，真的不错的就会说不错啊，没有不错的我就会比较，对，都很不错，对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人家做游戏就是辛辛苦苦做的，只是说如果你说有些不好的地方，就可能是说他的行销可能太敛财，逼客让你没有办法玩，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不好玩了。因为我觉得游戏嘛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喜欢他的美术就玩吧，对啊，毕竟通常手机游戏是做到那种就是做无止境的啦，就是也会一直改版啊，然后让你不断的玩啊，不断的想要就是想要让你氪金的感觉。可是真的是你不氪金，你慢慢玩，就可能你可以玩到它上一个版本或者上一个版本的进度这样子。如果有好的手机是做成这样的话就可以，就是说它最新版本说我有火焰之子，可是我已经做到玩上一个版本的话，雷神好了，对啊，那我可以玩到雷神的版本，我无氪还可以玩到上一个版本，那已经很不错了，只是慢人家两三个月。那其实我会觉得这种游戏是好游戏，就是这样路是这种，我就可以玩到上一个 meta 的话是还不错的。啊，你没办法，因为你又没氪金，你没氪金就输人一家在等啊，人家也要赚钱啊，互相嘛。我们让课长有游戏，让我们有游戏玩，课长棒棒，让我们有游戏玩哦。独眼啊，这场怎么都在聊天啊？我还没评价呢。哎呀，射起来。今天那个什么抢，那个什么讲评讲观念，那个讲到爆棚哦，那个灵感都来了。好，还不错哎。我这样玩，我觉得很满意。这种 TD 的，对啊，该有的都有。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这种合成系统越来越多，就一加一二，二加二的自走棋吗？应该是自走棋哦。对，玩起来还不错啦。休闲，然后我相信后期一定会越来越刺激。
对啊，嘣嘣嘣嘣嘣，哎、欸，蹦蹦蹦，射起来，可以一件脱衣哦，不行。我刚刚那个一个横这样子，我想说一键合成，没有没有。等等呢，冰法师来了，哦，这是雷勾的法师吗？这个没问题吗？我会去啦，我会惊啦，超台。等等，帮何伯上面变成那个黑暗大法师之类的。满了满了，合成合成。有中途换上场，小兵立大功，每个好一起啊、哦！嗯，不能唱得太像，会版权问题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，喜乐认真唱歌还是不错的，有机会唱起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去防守防守。现在不知道你打到第14波、15波了，哇！这个胶水也是很长哦，可能就是之后就是一直推关而已，就是，就是他会这样子，然后一直让你推，然后从零开始，感觉是这样啊。那先再玩玩看。不过你看他新手胶水这么长，可是他会让你一直玩下去，就是这就是我自己哦。我介绍的一款手游都是凭良心认真去玩，然后我不能集一体把灵魂投放进去哦，然后再玩这个游戏。讲那边拉牌，抱歉。哎、欸，兵法互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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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2+2三加三。噔噔噔噔，这样子是不是我可能我要我打完药可能要三个小时了？啊啊啊！嘿嘿嘿，可以 ，easy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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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优秀自动合成，哦，那就对了嘛！解放双手的时间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看看，这样就对了嘛！我们搞什么东西？嗯，可以啦，优秀，还可以丢掉，把它丢到水沟里，嗯。哥布林大军、矮人哥布林大军都难不倒我，嗯。两支兵法，懂懂懂懂懂懂，五加五六，哦，六好像有叫特别数字哦，因为六六大顺吗？贝贝，射程比较长吗？把六换到这里好了，让他体验一下六的力量。哦，六的力量啊！等等，哦，这个蛋是什么？领取蛋蛋，可能是以后可以拿东西的东西。讲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还要到29关。OK， 前面就是让你推关体验吧，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系统。懂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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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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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不错啦！你看这种 TD 类型的，你看啊，时间过很快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就已经快要10分钟了吧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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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格子可以开吗？哎呀，26关才能解锁哦，还好啦，不要是说氪金才能解锁，不错，好啦，这就是王国卫队的试玩，想要守护家园。防止矮人独眼龙，什么龙，什么龙都可以，的进攻吗？想要成为国，想要跪着国王效命吗？就玩王国卫队吧。我是西地喜的，下次见。